其實我而家都開始好想拍翻嘢。我喺拍電視劇嘅呢一個經驗咧，去到拍電影都應該唔需要擔心噶啦。咁當然，如果有機會真係去製作一首歌屬於我自己嘅歌，咁其實我都好 open 去做呢一樣嘢。She.com 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胡鼎欣。其实今次真是第一次拍摄电影，三日的气氛，我想我还未可以讲得出有太大的分别是什么。因为我都有听闻过拍电影都有电影的辛苦，但是我想拍电视剧真的那个辛苦是即自己 会多些经验咯，都不一定要性感的。我覺得每一次揀一套衣服去出席一個活動，都是代表自己。我覺得最重要是適合你自己的 character， 漂亮就可以了。我沒有不接劇，其實我是選擇休息，因為都過往這幾年都是拍劇都比較密一點，我覺得很想有一個比較長一點的休息時間，做回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休息得差不多，還有心很掛著拍戲。你仍然信我愛情沒有玩過，你相信情懷輸給世道，仍在亂世中開花結果。唱歌對於我來說其實都是一個怎麼說呢，不是主打的一個工作。當初入行當然是有一個怎麼說夢想，我要成為一個歌手而入行，但是又找了另外一個興趣。這麼多年我都是收視率關我事，我未試過是有一個即係嗰個叫咩播放率係關我事，咁我覺得係好興奮，亦都好新奇。希望如果我自己有機會唱自己歌嘅時候，都有咁好嘅成績。